我去，再来一炮！哈哈哈哈哈！又是一个5分题啊！这翻出车来，你说我碰接酒的时候出车不好吗？干，没办法。我也只能搞点这种骚套路了。嗯，炮，不下了，不下了，乏味了。这运气乏味了。我去，再来一炮！哈哈哈哈哈！玩不动。心态崩了，这我要对方都想砸电脑了，双狙双炮吃完了。哎呀，这玩不了了，翻来翻去，发现自己没子儿了。翻吧，你随便翻吧，我也应该没什么子儿了。这俩双炮都已经用掉了啊，这些送个车给他都赢了。哎呀，他也不用翻完了，最多得有个炮嘛。哦，还有一车一马啊，刚发现这个问题。是。然后下出这种棋啊，他想偷我车，哎呀，暗车也被我吃了。主要他没炮，他有炮还能搏一下，估计搏了吧。按理说应该有炮，哎，再下一盘吧，逗死我了，哎，主要这个车被我杀通了，我就知道这个棋不对了啊，它就不对了。运气真的不错，我操，这俩马给他车整的，看来今天是上分级日，这两匹马儿弄得他有点晕啊。不，这个吃的也行，他飞什么我砍什么，这个就不砍了吧，马就退伍回来吧。他如果翻炮的话，我肯定给他砍。
是这个东西好的时候太好，差的时候太差，你说这怎么弄？六五平七再吃一个吧，他为什么不走足三进一呢？这马五进四得蹦啊！八进六，压制的他很难受啊。感觉优势又很大，这个棋。二进五继续压制，没法下，真的碎了。这种运气，你去越南人来也没用了。马踩吃了车将杀棋吧。还吃呢？他将死了。这没办法，抵挡不住的。对面先翻车都没用啊！你说这咋整？应该飞象，这棋走的不对，差不多。这是个废子儿，他也不着急吃我，这棋要完蛋，这开局亏呀，太亏了，这棋要输了，瞎走了，瞎走结果翻出个象。还能走走，他下步马三进二很厉害，马三进四，我也守不住啊，飞象嘛。嗯，嗯，下的不错，就这个人有水平，现在就搞得我比较难走。但我也能混混吧，谁还能顶顶？在绝对运气面前，你什么实力都是浮云啊！干掉一个车，所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上士将五啊，有杀棋，吃将，主要怕他翻出炮来。好，一退二先守一步，哎，将不死能出将，但他怕他炮跟出来啊。只能赌啊，只能赌。炮一退二，感觉太，怎么说呢？太合理了啊！这个棋只能赌。吃吧，先吃一个炮。出马，炮一退三，打他。这样干掉一个炮，被他闷杀的这个几率就小了很多啊。
打士和打车打马，你好好想想哪个厉害？其实这个人下的还是可以的，棋还是有点水平的。现在进局掏。打了，看怎么能损失小一点。吃，打肯定是得打啊，这个炮肯定是没地儿跑。尽可能的多逃跑几个子儿吧，这个双炮马丢两个是必然的啊。彩士它吃炮一样的，我现在炮七平九。他估计要吃上来吧，也有可能车吃马都有可能啊。嗯，果然吃上来，那我吃士，这炮不能要。他可能吃马蛮凶的这个棋，这样还不一定。嗯，我有车，那还不一定这个棋。他也不见得优势，我这个连环士还是蛮厉害的。这棋他还真不一定优势。我现在就是。有车，有可能有车啊。有车他就输了，他在 BD 啊，上士吧，这个连环士还是蛮厉害的。赢也不敢说赢啊。有车，他肯定是不行。车一进五干了不值啊！我这个是车的几率蛮小的，我只有五分之一的几率是车啊，车或者马。这个对手是会下的。车五平六，时间都还有啊。甚至我感觉这个棋我还好走一点。因为你看我有几个卒都没出来呢。平车抓马，马七进九的吃象啊，出将交换的话，这棋值不值啊？不太愿意交换。马七进九的吃象登了，那肯定不愿意。马七退五，也不愿意。吃边兵的退车抓，嗯，车六进二，马七退九，他不退车抓吗？这马往哪儿去啊？嗯，果然窝心兵了，来菜了啊！将五平六。冲兵，士先跑一步吧，
它有一个炮啊，它就算有一个炮，它也无非就多一个子，但它这个鸡受攻啊，而且我也有可能是有车马的人。这个棋还蛮焦灼的，他估计想搏个车或者什么之类的，没搏着他就够呛了。马踩哪个？马七进九也不错，马七进五，马七进五的退车捉我。他最后那个肯定是个炮了，那我要进马踩，进马踩炮。啊，不能马七进五，搞错了。他估计看到自己没车了，心中一凉啊。我这个随时有车进八搏猛的这个机会啊。搏猛搏出个车或者搏出个马，他都受不了。车马卒啊，我现在只剩车马卒了。卒的话也不是一点用没有啊。如果能把他老将逼到右边来，这个卒也就是两步棋的事儿。你看看，这不帮忙吗？将，这逼我国猛啊，一进八。就算是卒，他也够一呛。就算是卒又怎么样呢？我都不用试上去，我觉得这卒一进八他就晕了。小卒过河顶大车啊，车退一将，再卒一平二，基本赢了。这象棋的杀法，这只要不是个象啊，因为我两个象都出来了。就是车马卒啊，不管是哪个，他都不行。我下不能翻呀，他把这个翻出来，有可能把自己堵死啊。下不了了，对方老师认输了，这不一直赢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又是他，只能立一个 flag 啊，输一盘我们就去下象棋。
对轰，轰他，他轰我，轰不轰？轰了，轰了，轰！将军，吃。可惜不是炮了啊，运气恢复正常了。这个马蛮厉害的，挺要命啊，这个马。这老将被请上来了，感觉要输啊！对方这个车总是出的这么早，让我挺难受的。夹住。这边先顶住吧。但感觉顶一会儿快顶不住了，怎么还没有炮或者车啊？这个，必须念咒语啊！我操，这他妈的，整死我呀！这棋多半不行了，车不活啊！看来不能一直赢啊！走的不对，应该先走啊，输那就输了。这对面会了，抓为死车啊！交。这运气爆棚了，被对方没办法啊，下象棋了。